晚安，娜娜。晚安，妮妮。哦，等一下，你在跟谁传简讯？我朋友艾佛瑞。艾佛瑞，艾佛瑞，这是女生的名字还是男生的名字？这有关系吗？哦，当然没关系，除非他是男生。我知道你为什么是男生。哦，你知道？你是光头。哦，对。哥杜先生，我是反化电联盟陆西探员。你必须跟我走一趟。哦，好啊。其实你应该在使用之后再把武器名称叫出来，就像这样。哎呦喂啊！我电击狂，立刻气力！西班牙照啊！Bottom